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，可大好了？已经大好了，多谢你还记挂着。婴儿，倒茶来。哎，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婴儿，不倒茶去，在这儿发呆。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话是一对儿呢。你，原来姐姐项圈上也有八个字，我也要看看。啊，别听她的话，没什么字。好姐姐，你怎么看了我的呢？给我看看吧。啊，不过欠上两句吉利话，不然沉甸甸的带着什么气儿？不离不弃芳龄永寄，姐姐，这八个字倒真和我的是一对儿。姐姐熏的是什么香啊？我从不熏什么香。那这是什么香啊？八成是我早起吃的冷香丸的香气吧。给我一盘尝尝。这药也是混吃的。林姑娘来了。哟，我来的不巧了。这话怎么说？早知她来，我就不来了。这我就更不明白了。今儿他来，明儿我再来，这样见错开来着，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。姐姐怎么反而不明白这意思？你看是不是？我一来，他就要走了。哎，我多会儿说要走了？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。哎，咱们今儿啊，要讨姨妈的好酒吃。哇，娘子，你真是能干呐！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，我还真怕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。那怎么行？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，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？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，还要给他钱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嗯，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娘子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，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。听我好吗？当然好啊，而且还会发财呢。谁说的？哎，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？胡说，是真的。有句话，妻妻一世穷，不欺负妻子又听她的话，这就是家和万事兴。嗯，那当然要发财了。官人到底是读书人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，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，而耳根子又软，听是风就是雨。小青，你刚去哪儿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啊，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，蛮好吃的，吃吃看。嗯嗯，还好，就是不够酸。不酸啊，换一个。哎，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是病还是累了？我不知道，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，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。老是想呕，又爱吃酸的。哎，娘子，你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我给你把脉细看。
我没病啊，看你那个样子急的。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，我不管你们了。官人，我到底是怎么样了？瞧你那个样子，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？我是高兴的想哭啊。为什么？娘子，恭喜你。恭喜什么？你就要当母亲了。是真的？千真万真。听讲好意道须忙，喜在眉头笑在心，一飞再来二飞兵，为了我虚假后代根，后代根啊，天上麒麟原有种啊，人间凤凰在你身，生举止心动加小心，待等怀胎足月后，阖家欢度迎娇生，迎娇生啊。官人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，让我空欢喜一场啊？哎呀，我可是姑苏名医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？娘子你放心，绝对没错。万一错了呢？错一个赔十个，讨厌。哎，你不能打我，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。坐吧。臣妾站着伺候皇上就行了，臣妾不累。你挡着朕的光了，朕怎么看书啊？啊，挡光了。哦，皇上，夜里看书伤眼睛，喝杯菊花茶醒神的。你不是才让朕喝了参汤吗？哦，臣妾给忘了。皇上，三阿哥又长高了。都成年了还长高啊？是啊，是壮了。听皇上的话，每天都在猎场上练着呢。皇上的话，三阿哥日日都记在心里。但愿吧，朕也希望他能记得。是啊，皇上，三阿哥每天都看书到深夜里，天不亮就起来练习骑射和马术。每次臣妾看到三阿哥的时候，就会说：“红石啊，你可千万要听你皇阿玛的话呀！你是你皇阿玛的长子，可千万要争气啊！将来为你皇阿玛分忧的担子，可都落到你的头上了。”你的这些话，红石的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，朕也是。你就没有别的话教你儿子吗？啊，有啊，那个，臣妾这身衣服不好看，以后别穿了。嗯，皇上，臣妾记得，皇上最喜欢臣妾穿粉色了。粉色娇嫩，你如今几岁了？皇上是嫌臣妾老了。朕说的是实话。你穿湖蓝、宝石绿，要合身份的多。你早些睡吧。皇上，您去哪儿啊？回养心殿。皇上，皇上。